随着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五季的爆红，无敌可爱的小小春也受到大家喜欢。除了调侃 Jasper 小小年纪带爸爸来参加变形记以外， Jasper 的外公微博也被挖出，大家似乎找到了 Jasper 性格那么好那么软萌的原因，原来都是因为遗传了外公呢。因此而爸爸的微博里满满都是一个外公对外孙的爱，既有和 Jasper cos 八十多年的合影，也有陪外孙看动画的温馨日常。当然外公还记录下了不同岁数的外孙萌照，这张抱着 Jasper 熟睡的合影更是爱意满满。当然 Jasper 的外公还是一个段子手，曾发微博说，他是我孙子，但我也是他孙子，但我对付宝贝自有一套孙子兵法，有时也不忘黑自己的外孙。伟人曾说，成功需要五个字，特别能吃苦。我们家小小春已经做到五分之四了，就快成功了。他已经做到四个字了，特别能吃。在这样一个温馨家庭长大，也难怪我们 Jasper 那么讨人喜欢了。芒果捞新闻，奶萌 Jasper 笑起来全世界都融化了。好的。